什么都安排好了，可以从容去赴死。但是你从来没有问过我，这一切是不是我想要的？你让我带着钱财远走高飞，好，我答应了。不过将来我还要带着钱财嫁人，让你的钱财另属他人，活活气死你。也许你已经葬身秦国，就气得你连棺材板都压不住。知道创下这份家业我花费了多少年，用了多少心力吗？ 你竟然要把他全部都送给别人？难道作为一个女人，你不应该说，就算你离开了，我会一直等你回来，等你平安的回来吗？哦，原来是想用财富换取我的心啊！没那么便宜。 别做梦了。就算我吕不韦是天底下最坏的男人，可你依然爱我，别想摆脱我，一辈子都别想。我就是化成鬼，也会回到你的身边。财富，你，我都要。 一个都不能少。定死成亲。什么？吕不韦，你没有问我就亲我，这就是不尊重。好，那我尊重你。现在可以亲你了吗？